北京当局不能重视中华民国存在的问题，包了帽子还要打马赛克。那我认为，那我是不会讲九二共识的。要我讲可以，九二共识一中各表，一个中华民族底下，一个中华民国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九二共识一中各表，这是我坚持的理念。好，这问题呢，吵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嘛。今天你现在吵了半天，大家在文字上表达，我们要行动来做，什么行动来做？双方一定要啊，透过对话。我讲我跟蔡英文为什么不一样啊？他是啊，这个亲美远中，你说我不亲美吗？我在美国住十一年，可能住的还比他多。对，我两个小孩，大的小孩都在美国长大的，所以我说今天来讲，我们该亲美没有错，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的第二大市场，因为同文同族里面，我们找到，我不是有讲吗？中国市场会开放，而且会超过你想象的巨变的开放。台湾这个市场不要，你让所有的台商或台湾老百姓说，你中国大陆市场我不要，我要新南向。哎，印度我也去了，印度总理穆迪我也熟，贾卡维印尼总统我也熟，但我现在讲过，再怎么市场都没有中国大陆市场那么大。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在平等互惠，我们保有尊严的情况之下，他必须要认识中华民国的存在的事实。